好，下一题也是最后一题，也是给你个 SAT 图，问你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？A 要算 ，B 要算 ，C 不用算 ，D 不用算。考试的时候就先看答案是不是真的不用算的，有答案就是它了，比方四选一单选题。如果没有，就是说这个要算里面挑一个来算，对就对，错就是另外一个答案就好了，不需要都算。OK，A 要算 ，B 要算 ，C 不用算 ，D 不用算。给我看一看，欣赏一下答案是谁嘞？停车站借问。现在是要问问题吗？不让问题吧。可爱的 Eleven Seven Eleven。你答案。你的答案 C， 你答案选 C， 请坐。你的答案叫做 C。来，正确答案 A 跟 C 选项，我们待会要处理。三到四秒是一个平的，平的什么意思啊？静止啊，静止。速度是多少？零啊，所以 OK， 不对。零到三秒不是直线 ，ST 图直线代表，直线代表速度，一条直线就是一个速度等速度运动，弯的就是很多直线凑出来的，就不是一条直线，就不是等速度运动，所以错了。啊，正确答案的 A 跟 C 选项，我们再来处理啊，我们要处理。你怎么算选项 A 呢？然后呢？你怎么知道零秒不是零呢？啊，第一个问题，你就站起来告诉我你要怎么算。我不是要你的，我不是要那个答案哦，什么一二三四五那个答案哦，不是哦。我是要你告诉我他怎么算。我有教你嘛 ？ST 图怎么求平均，对不对？我有教你啊，你告诉我你要该怎么做。你告诉我你该怎么做。我要的是你的做法。我要的是你的做法，当然我也会问你一个数字多少，但是基本上重要的是做法。帅哥男，帅哥男，二十一，最帅的这个，二十一，怎么算呢？怎么算啊？你跟我算，好，来，你怎么知道？那怎么找距离？位移就是位置嘛，你怎么找位置？你怎么找位置？你不要再玩耍了。距离除以时间，对，我问你怎么找距离，你说要找位移，位移也对，你怎么找位移？一秒，那里还有一秒啊？三秒再转哪里？你怎么知道？坐下了，坐得不清不楚，都是五柳先生呢、啊。读书不求甚解。公式就是花多少时间走多少位移，计时开始位之一，计时结束位之二，位置相减，时间相减。图上面告诉我，零秒的时候再零，三秒的时候再三，带进去，零秒再零，三秒再三，所以算出来三分之三。找两点嘛，跟你讲说 ST 图怎么算平均，平均是两点啊，开始跟结束啊，找到两个点就两个时间就两个位置，把它相减就对了嘛。OK， 好，下一个重要问题，他说零秒是不是零是错的？你怎么知道不是零？你怎么知道不是零？啊？为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不是零？应该是女生了吧？女生，九号，九，你怎么知道她不是零？来，对，我暗示你答案。零秒的速度是平均还是顺时？零秒速度平均还是顺时？那谁代表顺时？谁代表顺时？然后呢？你怎么知道不是零？十七乘十，公式啊，三秒，无论是零秒哎、欸，八十三，十
觉得这有透过这里，从这里发。你刚刚说切线，什么切线嘛？哪边的切线？然后为什么知道它不是零？第一个问题，来帅哥，第一个问题，帅哥，第一个，哪里的切线？哪里的切线？啊，中间啊、哦。哪里的切线？得不出来。我这样能算你答对吗？请坐。应该不能。来，我们先说。同学有一个标准的错误想法，他说啊、哦，这里尾巴有东西。对。所以它不是零，错，不是这样。这个尾巴如果长成这样，它就有可能是零，就有可能是零。所以并不是因为有个尾巴，所以不是零。刚才已经问过了，你问我零秒速度，零秒速度是顺才是切线，对不起，是顺才是平均，顺时。我说谁代表顺时？切线。所以你要在，我刚问他问题，第一个在哪里做切线，在零秒做切线。这条切线有没有是不是平的？第二个问题，你们知道不是零，怎样才是零？平的，平嘛，直线越斜速度越大，平完全不斜是没有速度嘛，静止啊，这有没有是平的？没有啊，所以它是不是零？不是零。所以我就知道零秒速度不是零。再说一次 ，keyword 重要，要记住的事情，要会，要拿出来用。什么事情 ？ST 图的直线代表速度，割线是平均，切线是顺时，直线越斜代表速度越大，就是 keyword， 要记住。零秒做切线就是零秒的顺时速度，没有平。有斜度表示有速度，表示不是你，表示不是你，这就是我们的解决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很好，请写课堂练习。